海妈哟，今天呢来到板桥的烂极光，今天要举办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，是台日水上运动会。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队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诗雨婷，是 Bonnie， 我是七富，换了一个日本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太田，请投到机中。我是热点姚香，大家可以找我 Yuka。你们有队名吗？你们想好队名了吗？队名超厉害，我们先吗？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水姑娘，我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白日中午的阳光都没你的甜，很棒。首都分别是什么？台北变的首都。日本队。分别以哪个地方以温泉闻名？欢迎大家今天来我们浪极光室内冲浪来游玩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我会先让你们做一次水，体验一下我们的水流强度。坐上去的时候，刚刚都有看影片，帮我把你的上半身放轻松。在里面都会在做教学跟讲解。
好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你要先还是他们先？让他们先。好，让他们。他们试水温。鬼才知道！条子，帅，五十港，正港分局，再来，眼睛。金城武，金城，金城，金城鬼，怪物，金城怪物，金城文，两个字，季节，夏天，秋天，夏日。甜甜圈的部分了哈，麻油我们勇敢一点，麻油上去，还有这个跨坐，
不愧是有练跳舞的，我们阿勇从小开始我是有这个跳舞的底子在。这个摔倒直接打破了我们刚刚所有的称赞，完了，哇，完了，他到了我们最害怕的泡泡的一个环节哦。哇，阿勇你这样子，他基本上是已经在水里了，他不畏惧幸福的泡泡，他在这一关会卡多久呢？不知道。这个齐木你怎么看这一局？齐木，辛苦或是辛苦吗？这还有点笑的，还有一个重新站了起来，快哭了，齐木。你们队友不去，队友可以帮忙吗？开放队友帮他们，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啊，来来帮忙，欢迎帮忙，可以。帮他，他的帮是在旁边技术性质。还是我们改善游戏规则，只要能让阿勇破这个圈，基本上就能抵达了终点哦。好浪漫，让我想起了太阳后裔。好了好了，可以啊，又更近了一步，更近了。如果哇，目前卡住了，穿过了，好卡住了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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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马友成功的过了最难的这个关卡，我们第一位选手即将到了终点，加油！第二位选手有香出发。一个比较猫式哦，猫式波斯猫带着他的双肩，再继续练，队友生气，一节的比赛啊，快点认真一点，快点认真，不要，喂，突然就开始有在计时了吗？有一种初恋的感觉，初恋。哎，请问那个口红是防水吗？为什么不？我是哪一台的？相信观众都非常想知道。哎呦，目前是非常的顺利哦，都还没有到滑下来的这个。好感人的画面啊！好感人，这个。请问有香他们拍掉了身上的泡泡，有香身上还是非常的泡泡。我只能说，日本的爱真的是无限。这位是不是特别喜欢他们家的泡泡？请问这个有点倾斜是？开动态。哎呦，这个显示器。好了，我们第三位选手可以出发了。开始，然后会帮我们把那个时间拉近啊，先拉近，确实一下好不好？日本队代表日本的三位选手，他就像一只泥鳅一样，非常快速的往前匍匐式的爬，真的是倒了。泥鳅偶尔也会滑掉，偶尔也会滑掉，但一点都没有疲倦的感觉哦，始终带着我们日本 idol 的笑容，组成 idol 的笑容。都没得，天天。哎呀，这个老虎式的攀爬。哎呦，这个穿哇！他选择了快点过，通过，那你就过了。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到了，快到了。好的，我们第三位选手完成了这个比赛，3小时9分58秒。让你们。可以吗？好不好？一人一分钟啊，好不好？绝对够。始まりました。好厉害哦！因为 Yuting 走很惨，阿信加油！哎，泡泡多一点。我们领先了，你可以相信你自己。Oh my god！ 加油，泡泡攻击，泡泡攻击！有吗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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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在哪里？男生是男生，没有人要管他队友。不要看我是男生，你就这样一直喷。投票！好的，谢谢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台日运动会，好玩。